你觉不觉得你们在一起有一个世界那么久了？我跟他从来不互相过生日的，我们只纪念我们认识的那一天。我没吃过什么苦中苦，也没想过要成为什么流浪人。生活给我蜜糖，我就安享蜜糖；生活给我考验，我就披甲上阵。两个女儿花了钱白养，南村是千金小姐，要面子，我孤家寡人一个，我什么事都干不出来。友情饮水饱，你瞎了，你知道吗？赶紧拉住耳聪目明的我，以后我就来当你的耳朵，当你的眼睛。你这么漂亮可爱的女孩子，一个男人一辈子都碰不到一个。你说他为什么不结婚？肯定不是因为一直在等你。说这个世界上有没有人从生下来开始就有一个完美的家？大概没有吧。我们平时是把你当作一家人。刚跟舅舅舅妈说了，我要尽快搬出去。你把他当真命天子，他把你当人吗？他是不是想拿你当作他在上海立足的跳板？我愿意。你到底欠了多少钱？要是房子真的没有了，你干什么？会好起来的。哥哥，你这么拼命卖房子赚钱，只是为了想南孙吗？南孙家把我当家里人，全世界的不知情只剩下我了。我必须要跟你一起。我这样的人是没有资格谈梦想、谈爱情的。我陪着你啊，陪着你。要往哪里走，那是你自己的选择。其实说起来，了无牵挂，从头开始。来，干了这碗豆浆。